我有点累。 打不过人家，阿六打得过你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你阿六，你就领悟到一个精髓，发现什么？戒，就是你的耐心却没有，你知道吗？我要用耐心打败你。 这是台中的这一场，然后有个阿姨，真的是阿姨，这个直在跟我聊天，然后说还加我的LINE，然后加了我的LINE之后还一直问我问题，我就超怕的，我就把我的LINE删掉了，LINE整个删掉了，那个阿姨，他看起来有钱吗？
蛮有钱，就是那种 cigarette mom， 就是那种那种单亲妈妈，然后妆化很浓，然后之后烟嗓，干好恶哦。他妈都问你的。有什么？多大啦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打耳洞会不会痛？有没有小女朋友、啊？对对对，有，真的这么热？有，还没有还没有小的，就是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。那他听完那句话，他脸色很好。没有，他是在叙述跟我讲，超可怕的。我靠！我打他了。他们住什么？谁能住进去？对，我打不过，我打不过。我屌屌！我一直真的没有意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小球，什么时候可能拉高球。三打是真的有点不太期待。对啊。那三打的话，那跑位很多空白，是吧？零打。